你即马甲看，即马世间人是毋是拢安尼？对不对？为着手发狂，所以不时都发生车祸。啊，有时阵食食等于和老爸老母冤家，啊，若无就死，啊，佫中风。哦，啊，若无就弄死人，啊，家己弄死安尼。啊，佮讲唔通，就天天阿袂，啊，了解吼、哦？应该知影嘛，真个小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算不是有一点么宫灯小乱，听好无？有一个女将讲师傅，阮的家庭在看哪海边安尼，讲是安怎？讲阮翁食酒中风，阮囝食酒去弄死人，佮家己弄死。迄个你家己做滴来要哪讲？伊讲好，这办法了无？好，这办法。接落嘛，唔知要佮钓啥物人啊？对不对呢？啊，有迄个老爸，有迄个囝啊，要安怎？我嘛无法度，伊讲银行中方便怎处理，看边怎会当回复，边回复啊？无你去求佛陀忏悔，啊，看佛陀要甲求面嘛，吼、哦，唯有安尼尔。即马就是食酒食到这个问题，啊，食酒中方的人，着肝病人真济，这熟悉的代志，着这个搁胆病嘛真济啊，胆啦肝啦，哦，这嘛真济啊，吼、哦。那么第二第三呢？卫生。为色来抬对方，还未完满来跳楼，有无？蛮多的啦。啊，你甲想讲，这毋是个掠狂，无是安怎？人讲大丈夫何患无妻？我讲这话你听好无？不过迄毋是大丈夫啦，他系讲一个查某走近来，伊就去跳楼自杀啦。哦，听好无？真世间就是一件，第三的为财。为财拢不择手段无忌，因为财死啦吼、哦，对不对吼？安尼会失望，即卖世间就是安尼。但是你敢为着财死来做无良业，你将来必定有奈受着苦报。你本身哦，直直发狂，直为着财安尼，每日走，每日撞，啊那无就是不良的手段，要共手段，计将来必定会受着真大的苦报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我直接插一个因果一个吼，迄、那个我这是早期听到的，讲有一个人吼，有一个官贵，啊，即嘛伊唔得要去外乡受助安尼，啊，伊边啊有一个真忠实的家庭，我讲家庭你听有无？嘿，啊，即唔得照例就处理安尼，啊，经过几个月受助已经收回来，行山路回来，拢无顾着啥。但是经过甲一丛树啊，忽然间即个家庭吼、哦、发一个野心起来，准对即个官官甲讲个婚礼，讲个婚礼了，准甲绑到树啊里。即马即官官就讲：啊，你开安尼做，我对你亲兄弟啊，你敢开对我呢？讲官官，我嘛唔知影呢，我一边要甲你抬，要甲你抢到只物件呢。讲好啦，无你若要安尼吼，你嘛发一尊拜。你甲白条只我袂走，你去买一个便当来我食呢，啊，甲灌打一点仔酒来我啉，我甘愿死，啊，点物件拢互你。即个家庭就听官规啊，伊就本来互即个家庭互官规切输了，已经拢长期间啊是真温馨这个后代即官规，啊，讲官规要食一顿饭，啉一点仔酒，快要死啊，伊就讲拼去装卡。去买一个饭，啊，甲买一个酒来好食。但是当伊出来，中间这个官官就开始在发，救人。到烦恼者，咧深山那咧无人通救。忽然间有一个土地公出现，伊讲你免发，想到我免发，用你今仔应该行人的命，甲行人的财安尼。伊讲想到讲，因为你的家庭吼，就是你前生该抢劫。你原在讲供奉呢，啊，搁在个白底家，该台戏在台里唱啊卡。我讲听好无？你的家庭就是过去是互你抢劫，搁台里头唱啊卡。你若不相信吼，你确定啊叫家庭回来来学呢？啊，这样的家庭回来，买一个饭，甲买就打一挂酒，等下不要啉。王国吃袂落，伊讲是安那？王国你吃袂落？
用今仔日哦，我这物件，我这钱吼，应该还你诶。用先来讲，因为你前生就是和我抢劫啦。哦，啊死伫遮，我甲你讲死伫遮，你若唔相信，你咧哦，下底有一个尸体伫遐，已经白骨啦，几十年啊嘛吼，白骨啦。这家庭唔相信，唔相信这么一个女哦，一些骨头伫遐，骷髅骨头伫遐，一个较看凹孔，迄个凹孔骨吼，已经断去。就是有人家主要对后国家讲的讲死的，啊，唔过这个家庭啊讲了真轻啦，半年来就甲拔起来。啊，这个、家庭想讲，因为伊前生这个关系是不义出宅，所以因果相待，安听无？恶性循环嘛。所以即马一个，这个家庭总啊透过，讲关过，我唔甲你讲啊。那安尼完完相报吼，我即马这钱起来搁等。我当然爱用，啊！唔过恁囝知影，啊！到恁囝搁来害死我，还是讲我食官司搁再来死啊？安尼算不冤冤相报？吼、哦！啊！恁到底是要结较当时啊？讲无啊啦，无啊啦！我那原在等下甲你服务啦，吼、哦！有当食就好啊。但登记了这个官规，准该扣开做兄小弟，伊的财产准分一半给伊呢。安了解无？所以我准备甲注意讲，现实的众生哦，拢不易发财，真正哦。安尼做毋是为财空讲吗？哦，啊，即摆搁再来，上位的人为着名啦、啊，发功，诽谤我哦，为着威，要争夺迄个威，有那是空讲。无管伊别人安怎，啊，无管讲别日啦，伊的口业安怎又做足了，来犯着迄恶的口业报安尼。所以现在世间算不是全小人，相信无？啊，咱唔通阁小人落啊呢？我讲听有无？今日因为咱已经知影咧，你若无下去贪欲，下去无欺，你将来变哪成分？因为你若是有贪欲、有无欺，不明事理、不明因果，将其究竟，你嘛就可能在对了生死轮回嘛。所以头前迄两段。迄几段经两章吼，即下来接一下，就是佛陀以这个菩萨的中间来甲咱说明如何个人求得自度呢？啊，你若如果无求得自度，当然你继续作业，必定坠落轮回生死啊，一定安尼嘛吼，不断的生死，所以你求得个人如何自度？但是呢，唔是干那自度就好，所以唔敢干那讲，叫咱卖修自性，所以一定要去度众生。如何去度他呢？哦，头前这两段，不但爱自度，甚至爱去再说法度众生，爱去再净化大地，哦，啊，佮再来呢，一定要安，一定要关心这个社会国家嘛，哦。因为社会国家的乱，拢总是众生心的蒙蔽，唔开，迄个个为财死、为色死，哦，为酒死、为名死、为死嘛，这样唔开安尼，为这个五行的物件来作业，这五行大概差不多伫迄个五欲人来发功作业嘛，哦，所以佛陀讲了讲，你如何？断毒诸业来达到自我，啊，如何搁再继续度众生、教化众生，卖搁再沉落，卖搁再做业沉落安尼？哦，但是下面这六种啦，吼，这六种加分为行为啊，加行法以及行病患加行方便啊，暂暂的这个辨明安尼，辨明一处一处，吼、哦，所以本种为行为的决定，由众生变到达到成分。众生下面知哈，众生如何达到？因为你求得自我，佛陀的自我，以及如何去度众生，所以今仔日就甲下面这就是要讲叫众生，由众生达到成佛的中间已经修行。安怎叫做已经？因咱个人有因缘福报，对不对？无同啊，对哈？你的环境生做安怎？你按照你的环境来修。唔是讲今日一定富有才会当修，也唔是贫穷较好修，
事实讲贫穷也好修，贫穷因为无金钱累赘，安怎无？唔免逐日就他妈算数啦，都发工资，发啥？发工资啦，啊他妈含这个工人嘅脆弱面土啦，像即卖嘅抗争嘛吼，你著贫穷嘅人事业个人家人嘅套路，你著用得按照你贫穷嘅行为来对来修行啊呢？啊，那是有钱嘅人呢，你嘛就好修行啊。啊，了解无？即个是讲按照个人嘅因缘福报，但是下级一路一定爱有法界来领导，绝对唔通妄想。今日用心，你若是讲要乞丐，你有那一定爱智慧领导，你要布施也爱智慧领导。因为你若是布施无智慧领导，你白只得福报，本来是冤在六道中轮回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讲修改，可是你无智慧，互你充其量达到人天道。好、哦，你无智慧袂使。啊，你若讲有修忍让，来世是庄严相。不过你今仔日若用智慧来领导。六波罗蜜，智慧来领导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安尼你必定将来成就佛道安尼。所以用智慧来领导，所以较用较以清净慧菩萨法门安尼。下面即个清净慧菩萨法门啊，啊，较来回答清净慧的这种法语。吼、哦，吾是清净慧菩萨，在大众中即将做起，顶礼佛像。又要三十中规插手入别佛言，大比世尊为我顶辈讲说如是，不可思议事。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，我顶今者蒙佛善诱，信心泰然，得大教益。这段我简单用白话讲一下。所以佛陀回答这个弥勒菩萨了，我告用。换到清净慧菩萨来个请问，所以清净慧菩萨伫大众中准爬起来，爬起来了，当然伊先向佛陀顶礼，顶礼了，甲佛尊安尼坐三年，啊，然后甲插手，中规插手安尼，中规插手，这个插手是，那我甲看是安尼，安怎样吼？啊，咱今嘛就变安尼嘛吼，安尼也是对。不过我曾经吼，伫一本大乘理处六波罗蜜经，即、這个就是弥勒菩萨要去问佛陀，伊规日了用安尼，用一个莲包出来，安听无？用安尼，用安尼甲办，用安尼，即、這个伊用安尼，多成一个莲包，叫有成有无？迄莲花即个唔吼，还未开，是不是拢先做安尼？伊用安尼。哦，这个我就看到哈，在这个大乘理处了菩提经来的人，安怎样哈？啊，但是伊即马甲佛陀讲，啊，准尊称大慈悲的世尊，你会当甲阮在众生说明上面所讲的这不可思议的法，啊、哦，但是我顶同阮大家本来不见。无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法，也唔知影，无听过这不可思议的法安尼，不见，本身无看到，也无听过。但是今仔日阮受到佛陀、蒙佛陀的这款善言诱导，安尼阮的信心安泰自然，哦，迄是泰然的安泰自然，阮已经会当得到真大的利益安尼。哦，因为也当更上一层楼嘛，哈、哦，安听好无？入关啦，所以即马下面也好讲一句，愿为迄个叫诸来一切法种，啊、哦，众善法王圆满觉性，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，分何差别？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，随顺开悟，暂处灵寂安尼。啊，伊即嘛即个所在是讲，诸未来的一切法种，迄句诸来哦，就是讲一切未来的众生安尼。
希望世尊你重新搁再宣传，哦，重宣。今仔日要达到亲像你世尊成为法王，法王就叫就是佛陀哈，因为一定要达到王刚嘛，哦，他叫做法王。但是阮你请世尊你重新宣传法王圆满觉醒，如何才能圆满觉醒安尼？哦，迄、那个圆觉就圆满觉醒。但是一切众生，因为遐有明公菩萨一切众生嘛，以及诸菩萨，啊，甲如来世尊，哦，在的人所见所得的是安怎有差别啊？呢，是安怎才有差别？比如讲，众生的水准也无同，对吼？啊，这个菩萨各有一个地前菩萨，啊，各有一个地上菩萨，但是今仔日。菩萨了，搁一个顶降，啊，甲妙觉的佛陀，安尼就无同嘛，哦，像比阿的众生无同，较厉害。那是已经登上菩萨地吼，可能来到较急速啊。但是何必末世的众生啊？哈，末世的众生有几难啊？末世的众生听到你佛陀世尊的教育教化，啊，阮会当随顺佛陀你教化。我们可以渐处渐渐可以入佛法，入将来生就完结的法，他心、里面有一个解说，说众生为法起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众生为法起的这个菩提心、要将来跟生就佛为圆满的觉性中，中间必定要经过菩萨戒位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我跟您讲过嘛，吼，但是一定要经过地前菩萨，会十信、十足、十行、十回向位，啊，搁再经过四家行、四十主观，甲定上初地菩萨。啊，但初地菩萨，这个叫做摩诃萨，头前海叫做真贤菩萨，这个叫做菩萨。啊，这定上摩诃萨位了，一个有十地。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十地圆满啦，他过来达到这个顶觉地，顶觉地来呢，他过再达到这个妙觉的佛陀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伊内底甲咱讲的，必定要经过菩萨开位。但是唔知影，伊即嘛，这个清净慧菩萨吼，伊假唔知啦，啊，事实伊是知。如果唔知讲到底。要证什么款的理？我要开悟什么？吼、哦，安尼才会当，阮才会当得到什么款的位安尼？比如讲，你开悟偌济，才会当得到什么位？因为这个十信位的开发，甲十住位的开发应该无同。啊，十住的开发和十行位嘛无同。吼、哦，地藏菩萨都有三行菩萨位嘛。啊，即嘛来搁在地上，比如讲，初地不如二地，二地不如三地，三地不如四地。应该大家知道，顶格嘛不如妙格，所以阮即马就讲，阮的水准是安怎样开发了后，要爱敬什么款的理，哦，啊，可以当得到什么位，所以他讲众生是安怎靠在差别，啊，所以请佛陀来显过来哈，请佛陀重新宣说安尼，啊。所以也问这个菩萨，伊所问的不是干那要回中的这法相，当前伊有那要甲咱佛法的这个众生哦提起，和咱佛法的众生哈，有那会当彻底了解这位清净慧菩萨，伊所问的这个法义，佛陀那是甲咱讲，啊，咱这个佛法的众生听到了，他未去偏差，因为头前伊有讲一句嘛，讲一句啥，唔当去。信我多，对吼？啊，有那唔通去信以前，哦啊，但是唔通信我多，较信以前当然，伊一定要叫咱达到圆觉大涅槃。但是因为末世的众生，事实讲是福报积欠，那么积欠当然有人会乌白走嘛，哦，迄、那个非正法，你家认为正法啦？这是末世众生，这是真普遍的代志，不无多。这是因为伊的根基过去世因缘的关系，哦，所以伊现在是讲注重末世众生，有哪会当听到讲下面佛陀要教示的些物件，
哦，咱在众生有哪会当入各位？所以事实讲，伊在话有哪要予咱在众生拢总会当听到，会当看到安尼。哦，这意思是安尼嘛吼。所以下面即句讲，作是利益，五体投地如是三清，吼、哦，啊将以服侍安尼。即句话就讲，这个清净慧菩萨问了后。伊随时五体投地，就是咱今日个拜安尼，啊三清就三拜哈，三清就三拜，拜一不拜三位安尼。哦，即卖下面这段逆时世尊，啊、哦，各清净慧菩萨言：现在现在，善男子逆定乃能为末世众生。请问如来暂处差别，逆金地停同为逆算，时清净慧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安尼。啊，清净慧菩萨的文义，咱即马看伊只解说哈，是注重伫即个末世众生会当听到佛陀的教示了而开悟安尼。当然，即个问题是安尼哈。咱众生如果那是无甲咱教，就是讲咱人会根基真浅，最熟悉的代志，一定要有特色的人物在这个世间里，吼、哦，啊那无是当时哦，当时一定有佛尊伫佛尊的边啊，因为佛尊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众生的这个根基，也当顺因缘解教示安尼，所以每一个拢开悟见过安尼。那么今日这个末世众生，就是讲。我那都爱文字来建构，开当开悟。但是什么人要跟咱讲？唯有出现伫人间，诶，这个正知见、甲善知识，甚至各有发大心的人，安尼跟咱教示而开悟。哈、哦，但是安尼较渐处入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在法会中，亲闻法音，比如讲在当时啦，哈，也可以讲。啊，在今世啊，可以讲听到如来的正知音、正知正见的这个音声，啊、哦，啊，咱照佛陀交代，叫做如说修行啊。佛陀给咱交代安怎，咱照安尼修行，当然无困难。唔过交代清楚、交代正确，你那是唔修行就困难啦。安、啊、尼听好无？讲一算，啊，听一样。啊，搁另外做一样，啊，了解无？安尼你讲要将来成就佛道，那么这个都有困难。最熟悉的在，但是以前内底较讲安尼，你若会当如说修行，那么当然要成就佛道是无困难。甚至末世众生气佛已经真远，如果若无详细，吼、哦、佛道的圣教的话呢，当然会失去。无所依据安尼，你到底今仔日你都无听过佛法，啊个你无听过大乘经，看你要用啥修行？所以文化真重点啊，所以叫做文殊修。文化是真重点，有依据。佛陀讲的这本经伊是讲啥？但是如果阿含机是去讲众生诸道，啊个讲一寡功德，啊讲一寡欲界，这个三恶道，这个情三善道、三恶道做情形。但是因为这个大乘经教内底定是要让咱成就完觉的佛尊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个末世众生，你若是福尽报的话，可能你未当闻处法。但是有的人有听到了，伊无外久就离开去了。这是众生有这个根基的这款深浅的关系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你若知讲，哎呦，啊，到底我的根基唔在深啊浅，所以你唔敢。头前遐吼，头前遐唔够叫咱法官嘛。希望我会当求着善知识，会当遇到真正的人，莫去求外道啦，莫去求二圣嘛。你家己若有肯定这个问题，这个你的基就真深嘛。我跟你讲真正，啊，你若讲听听，啊，你受各种的这个环境上的影响，你就无来啊。听一遍啊，两遍啊，你就无来，安尼你的基真浅。所以因缘爱故障，哦，因缘啊就无故障。有的人是因哦
孤言不孤安尼。爱注意哦，有种人是因孤言，一定爱因言两句啦哈。有这种人是因孤言不孤。有种人是言孤，因不孤安尼，这两种拢无可能文代生哈，这两种人拢无可能。我甲大家讲一下吼，一定爱有人甲恁，你本身过去是九弯夹，你真真正正有学到这个代生，有学到这个法安尼。安尼较有可能，迄个叫做因。但是今生今世，你都要遇到一个出现伫人间的这个正知见、善知识者，安尼甲你教育，这个叫做因。唔过你愿意接受，哦，安尼叫做因缘两具足安尼。但是这款因缘要两具足哦，我会当甲诸位肯定，咱大家拢因缘具足。第一，我本身看到经藏了，我就怎讲？必定要修大乘，安尼即个就是我有因，后即缘通看到经典。但今仔日我有发心，因为一定爱度众生，第一爱自度，第二爱度众生。即个所以咱诸位因缘拢具足，有种人是因具足，唔过缘无具足。比如讲有个人已经过去就发大心，啊唔过伊今生今世因为业的关系，生在迄个个较边地，啊个另外一点。伊做的事业，搁在心的蒙蔽，这里要做人做较袂起来。你爱注意这点嘛？譬如你今仔日有因呢，啊你唔过你拄啊无接到因缘，伫迄个正知见的教育下，你拄啊无接到，安尼即个叫做缘不固。有这种人是有缘有故障，譬如讲今仔日都已经来到这个环境啊。这个叫做要甲助缘，唔过伊过去哦，无正这个大乘因，所以变成听啊听听听就无去啊啦。他听几遍个阿伯啷讲啊，啊，就喷进去啊。这个是我前回有讲的嘛，敢是有讲，哦，你来注意。所以这个重新甲大家交代哈，唔通离开，就是你心内有哪卖离开，因为人生会短暂。你安尼也是一日，安尼也是一日，安尼也是一人，安尼也是一人。你会当充实大乘经法，这是你的好因缘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是有时阵留未掉，我嘛无法度呢。我顺住来经法，甲恁讲，恁若是留未掉，无要听咧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因为有个人个文化是真要义，就是生命来拍破，伊嘛甘愿。受三同住的经就是安尼嘛，对不对？会去这里边。哦，你甲想看卖啊？诸法无常，是生灭法。听到一个天人甲讲这话呢，魔甲讲这呢，说三同主，用口讲听这个话，啊，这是上甲讲的，伊就真要伊，要搁再继续问下面两句，爱就甘愿讲俾我迄个魔者，啊，生灭灭义即个位咯，伊甘愿牺牲性命去听后边这两句。你甲看，安尼是毋是因缘故障呢？哦，安那因缘不固咧，听咧都骂你东风，哎，光骂你东，你听无？不闻不知啦，知无？即句话就是安尼嘛，闻字听字不闻啦，有听啊无入呢，啊，就下面两句那两句咧。但是迄种的人吼，迄天人也袂讲好听啦。听都无落，因要讲好听。哦，啊，今仔日有诸葛我讲，应该对注意是有真有真大的帮助。恁会感觉家己真有熟悉的内容，所以恁才会永远听落。啊，我来讲较有意义。啊，若无我讲较要你创啊，讲讲就骂你同好。有听都无闻，叫做听而不闻。哦，安尼对注意来甲讲吼，正一个原因啦哈，听好无？唔过底下要做因啦，做你袂开哦。我跟你讲事先哈，
所以今仔日众生有想要学佛，有那都要因缘故障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所以佛陀知影这个个清净慧菩萨所问的，所以伊有直接讲逆定哦，下面一句哈，逆定乃能为末世众生请问啊，如来讲诸法遍嘛哈，有点较较阴暗呢。但是我今麦甲注意讲一下哈，你爱注意家己哦哈，爱注意家己。就是出家人有哪爱注意，这个是我当有甲大家提醒的，我那甲大家提醒一下哈。你唔通讲今仔日安尼会听到都有迄、那、咯、個，你若无实在修行吼，啊，要搁再贪嗔痴，我咧讲有那些对咯，我无骗你哦，因为一定爱随业入去啊。这唔是去开玩笑哈，因为一点一滴好加歹拢你爱家己去负责，你唔通。我那唔敢安尼戆心戆心呐，阿戆的是袂做神呐，哈、哦，戆的来做神，听话。我当有写两句话啦吼，剑法时机，正法时机吼，有听经的人，拢总大多数伫佛陀的边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迄、那个解脱较容易。不过有那真修，伫佛陀的边的人，有那无实在修的人，有那对了，不过较少数。现在较少数，比如讲当时这个弥勒佛要去拜，要去拜世尊为师的中间咯，我行到迄个外口林，啊，看到一个卡印，真水安尼。就是佛陀的脚印，啊，在这个阿罗的中间哦，内底在一个地主走出来，讲唔免阿罗啦，即要谈伊大事的啦，安、啊、听无？迄就是极多要迫害佛乱，就是婆罗门教插入去来，得要迫害如来经法的。啊，即嘛，但是弥勒菩萨知影咧，伊弥勒菩萨在青莲咧，伊即嘛看伊要谈吼，规背圆圆。那是大事的变变嘛吼，啊听无？啊反正有一个戆人都听袂看袂出来啊。我哈，这个卡因的大事才谈哦，当然伊就对世尊有怀疑安尼。啊，像伊就讲，你是啥物人？我都佛陀的弟子啊，啊你是安那要诽谤佛陀？我无诽谤佛陀啊，属实的啊。用这尾谈并无变嘞，那这个卡因大事的。伊到恁眼光安尼，所以就是一种智慧的分判。啊，那有诶，就听到讲，哇，安尼哦，佛这个佛陀，安尼要讲天下第一，世尊都未准啊，都离开去啊。啊，人不能也分判，所以信有那有人唔对诶。我咧讲实在啊，不过呢，真侪人会当见到佛文化咯，实在是因缘最殊胜安尼，所以解脱真容易。啊，那无解脱一半个啊，哈。唔过即马佛陀咯，大家拢总已经远离如来正教，已经三千冬啊，啊大家拢灰灰三丈，无要顺如来正教来去修，也无要来研究，甚至有个人佫讲大乘魔说的啊，啊你甲看伊这会死也袂死，哈、啊，讲大乘恢复说是魔说嘛，前日我着看迄、那个华界卫星的即个个空中和谐内底一个法师讲安尼，啊。伊讲啥呢？讲大乘非佛说，大乘是魔说，阿魔会叫咱修大乘吗？会袂？因为咱修大乘的人度无量众生成佛的，阿魔叫魔说就减少嘛。那会讲魔说大乘，所以在胡说八道哈，也拢无要实在深入经藏。啊，了解哈？要教你成佛，就是叫你修大乘啊。所以现在的众生无要深入如来见教，也无要实际修行，所以对了真多，对了会再出家弟子啦，啊在家嘛是虽然有皈依嘛，对了嘛未少啊，吼、哦，这正果是讲安，所以佛法众生的这个福气吼、哦，真千倍。
啊，那是真高的人，会问到大圣更高哈。所以，一连串法是无变哦，会去怎样法？佛法无变，佛法观察安尼甲众生讲，无变哈，但是唔过心易变，哦，心易变。哦，啊，变即对了，会记着呐。你家己要学会变换哦，变即对了。有一句话讲啦，咱爱顺天，啊，袂使变天。我讲听好无？袂使讲曲解天理啦。爱顺天理做代志，唔通你要变天理。啊，但咱佛弟子吼，会记住咯，法无变，绝对袂使变法。唔过心易变，啊，心易变，变就家己去变卦发出来啊。家己去摸索，就家己去变变啊，古怪怪代志出来，好不好？就变遐出来，啊，变即对咯。心若变会变法，听到无？心变即变法，啊变法即对了安。这众生的悲哀吼，就是足够自作聪明，安听到无？无要照佛法行，啊，就家己去变变变，有诶无诶？听吼，所以愈变吼，佛法诶代志愈变人愈悲哀啦，这是实诶代志哈。因为变化的人拢对了，顺法的人、顺法而修的人拢解脱，所以咱唔通家己去想家己用，啊，学别变，我唔敢家己作怪啊！我作怪我会堕落，知不知？那也是作怪者，哦，来下边遮哈，即嘛注意听，会使作怪者啦，会使顺天啦，袂使变天，会使顺法，袂使变法。你要做怪是你的心呢，都佛陀都不按你，那我别变哈啊！这个代志是安尼。来，善男子愿觉自性，非性性有。哦，顺诸性体，无处不净。吾实相中实无菩萨及诸众生。而依果菩萨众生，皆是幻化，幻化灭果。无处净净，比如眼睛不自见眼，性自平等，无平等者众生未得，未能度灭一切幻化，有灭未灭，望功用中净现差别。若得如来即灭随顺，实无即灭即即灭者呢？那么这段我先解释一下，阿卡来解释这个太乙大师这边件。伊讲善男子当然是个叫这类叫清净慧菩萨，嘛是个甲咱讲安尼。哦，但是真内底无谈到善女人，就是关于因为这本册、这本经，拢总是在摩诃萨个听，安听好无？拢总地上摩诃萨个听，所以甲咱叫善男子安尼。哦。用咱众生自有的，诶，迄个缘觉本性哦，哦，即嘛即句话吼，注意听哈，非处性有差别安尼，就是讲众生的缘觉本性并无差别，就是处性无差别性。哦，即句是咧讲安尼，因为有差别是众生的个性所引起的，会记真哈。个性归个性，自性归自性啊！个性的众生，诶，迄种心念所引起的，迄个叫做正知性，哦，也叫做妄想心。但是咱人这个众生共有的这个平等性，就是迄个缘觉自性，这个无差别。哦，爱了解这个是安尼。但是诸顺，哦，顺诸众生的本性升起，这句话。我来个道典观这个一通，哈、哦！但是即马下面即句顺诸性起，就讲你今仔日来当彻底体会诸性，
安尼你就会当知，会当了解讲无处无尽安尼。唔是你今仔日讲修行迄个情、迄、那个性，它是幻觉自在。啊，你若无修，迄、那个自性都无幻觉自在，唔是安尼哈？是咱人的自性本来就是光明普照。哦，这句话，安尼，哦。那么在这个实相中，就是讲这个幻觉实相、幻觉自性的这个实相哦，实在无分别菩萨，啊，甲众生安尼，安怎样吼？因为众生有分，拢讲平等平等，所以自性中本来无差别，所以对袂当讲众生比得到自性方向，佛尊的比较自性的强，哦，即个是一个。那么唔过今仔日，哈、哦，已经众生属性有差别，这个有差别的后边才会讲有对哈、哦，就是个性有差别，自性无差别。伊讲何以故呢？因为菩萨甲众生哈，拢、哦、总是幻化，这种假。因为今仔日众生有别相，所以他叫菩萨有这个觉，所以别即众生觉即菩萨，这种种假名。按了解吼，不过你假名依佛都无安尼甲咱讲，咱袂晓修。可是这个众生假名那是幻化别个，你若这个幻化的心别，就无所谓众生，也无所谓菩萨。不过今仔日就是这个幻化的假心，和众生太过执着，所以今仔靠幻化的这六道，啊六道袂当众生袂当解脱，不得已佛就甲咱讲，你若别。求出未来幻觉的一种成就，你一定要修菩萨道。所以这个幻化的法，啊，甲幻化的心，哪能说灭？那么俗就讲无处不净啊，实相中无处不净。好、哦，安尼了解吧哈。但是比如，哈、哦，眼见不见，不足见眼。像那这个是讲的是讲众生的目睭，无看到家己的目睭。你有看到家己的目睭无？卖讲看目睭、看目白都没有了哈。人讲生目睭，毋捌看目白嘛哈。你敢有看过目白？没有。这是事实的啊。不然咱看伊嘛是关起的嘛哈，看未到目白。但是众生就讲，即句话是讲众生有佛性，唔过你家己无看到家己的佛性，无去体会家己有佛性，就是讲安尼。唔过呢，自性本来就平等啊。哦，性幻同体，性幻同性，性幻同性哦哈。不过众生为什么和菩萨无平等呢？无平等就是因为众生未摄颠倒安尼，会未咱会未？因为这个未摄颠倒哈，咱这佛经内底有讲到一个四颠倒，常乐五尘颠倒嘛哈、哦。这个众生非常，一个认为常，众生非乐。唔过伊个认为讲做人真快乐，啊听无？甲做人快乐那得去自杀啦，听无？啊那就艰苦甲没事袂困着啦，听无？啊较会破病啊，这就是众生的错觉叫做颠倒。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吼，众生无我，这个身躯是四大家合合，无实在性。唔过众生家己袂晓，认为讲众生有实在，这是颠倒。爱做这点啊，但是个另外一个问题，众生心甲众生心不净，唔过众生心和众生人类清净，即马我甲注意讲一下吼，即马即个就是伫即个个六祖坛经内底的一段大智度论讲的哈，那是阴心真重的人，譬如讲男女有真重的阴心。看对方是清净微妙，啊，听无？所以这个心美的中间，就看伊面，看伊行大，啊，佮看啥？看伊三围，对唔好？我讲对不对吼？哦，伊这样水个安怎安怎？伊就安尼评分，啊，唔够有不是去选世界美人嘛？吼，这是阴心重的人，较有这种的想法。但是觉心重的人呢，会用九相来解看对方。就像就讲心不静，
生心不静，死后不静。我即马计讲，毋是讲男将看女将，有时阵女将骂男将嘛是拢会颠打。所以事实讲，咱人诶初心不静，啊了解无？数量做就是安尼啊嘛。死后不静，人死去了，三四天就变乌，三四点钟就变乌劣啊。三四天，差不多两天就老血水，四五天就生虫，啊臭。身躯对一人清净，对不对？死去了，去亡了波，呆呆了就生虫，差不多十天就生虫了嘛。啊，佫再来嘞，就变白骨嘛，对一人清气。所以这大地道拢讲，静心的人、清净心的人，去看对方哦，拢总不净，所以伊就无去贪念，啊了解无，就无去念欲啦，袂爱去念欲，无甚物，伊就袂去念欲作业。所以众生因为颠倒常乐五境，但是今仔日有觉醒的人，知影真常、真乐、真五甲真净，伊都无颠倒。安尼了解吼？所以因为众生未到未能拄着一切幻化，就讲我以及一切我所、我定诸法，拢总是假。你的身躯是假。啊！你身躯边的亲情、金钱、动产、不动产，拢假。你特地思考看卖啊，看对象真呢？啊、哦，有诶兄弟啊，细汉真亲，坐会都拍到要死；母仔囝真亲，过去都，有人讲左囝才左囝差啦嘛吼。安、啊、听好无？对象真呢？等于后头就得尽量要乌看有倒来好无？阿公无有真好无？无真。大家要变面真紧，对一人真诶，我请问，迄、那个都叫做五所非真啦，该假。阿公某有一天，那像迄个个临终了咧，吼、哦，时机一个到，这人先飞一路啊嘛，啥物人要先去，我真。哦，啊去考诶中间一个死去，就讲我未去娶，三个月就去娶，未去娶，安听吼、哦，这熟悉诶代志啊。所以五所也假，叫做一切拢总幻化。五尘的这个色性和味触法拢假，所以这个叫做诸法皆假啦。哦，即嘛这个一定爱看盘哈，你若无看盘，我你讲哦，到时间到吼，反正你脑逆境发生吼，你就唔知讲一切幻化，空空无常。啊，你就烦恼啦、哭啦，我你讲哦，若要哭哦，要哭你哭未了。我管听无，世间人不时的不停的代志啊！你考了呢？一个家族内底人，内面一个王姓，内面一个王姓，内面一个王姓，一年大旱时来国主会嘛吼，爸母啦、公妈啦、母囝啦，凡些拢白头蒙上、乌头啦、乌头蒙的啊！你要考敢考得了？所以我咧讲，五所皆空，五空五所皆空，一切法皆空，你一定要注意这点。但是你那是会当。会当了解这个改变，哦，众生改变未变，所以较有梦想中升起各种的这个心思功能，安尼较会众生和菩萨有差别安。应该变的，你无变，就是灭除梦想、灭除执着、灭除贪嗔痴的心，你无变，所以你阁用这个心思动念起出各种的功用。贪不断，嗔不断，无痴痴迷我欲不断。当然，众生有这个各深浅的差别。今仔日众生如果会当得到如来的迄个寂灭幻觉性的理，你随顺这个理性落去修行，安尼庄严，你就了解实无寂灭，即寂灭者。安尼，因为真内底有一句话讲，本来无处无境嘛。啊！你如果今日未晓思想，你较过你嘛都无可能。哦，啊！你若彻底当了啊，原来迄个自性本自清净，自性本如寂灭啦。即句话是大概用白话甲咱解解安尼。哦，弥勒尊吼，啊后回吼，搁再甲咱解一个已经内容的注解，搁再甲已经内容的注解吼，搁解一遍愈清楚安尼哈。啊